演员殷芙日前在节目上爆料遭同门女星陷害，节目播出时虽已消音，但在场人士都听到主持人爆料此人就是郭雪芙，让她的假面传言再度浮上台面。消息爆出后，目前人在美国度假的郭雪芙当天下午一连抛出两篇文，第一篇大多是鬼脸表情，第二篇则引用泰国作家的话写下快乐定义，借此表达无奈心情。事件越演越烈，殷芙20日首度发文回应，很抱歉新闻报道造成雪芙的伤害。当天录影自己并没有指名道姓的说出名字，原本是为了避免当事人被肉搜，所以对于大家的各种臆测都没有特意去解释与澄清，没想到会造成误解，希望大家不要再继续追究此事，让雪芙受到二次伤害。人家都出来说清楚了，就别再为难他们啦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